然后我这也是从冰箱里翻出来，这里面都没有花。我的宝宝说我，你菠萝那么大，你能不能分两口吃？我说你多少次了，你还分一口吃？有的时候我要是分两口吃，就会有人说，怎么吃的东西那么费劲？所以说我就平常怎么吃我就怎么吃的哈。谢谢大宝贝儿的关心。我就还做我自己，想就是正常什么样就什么样嘛。你们可以看我最开始以前吃的鲍螺都很小，所以说就不会嘴嘟出来，头几次吃的鲍螺都大，所以说就装不下。